好，真好，我都没看够。你看看，今天小娟儿，行行行，说了啊，你哎呀，奖励说好就好，来奖励大豆油。哎呦，来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要吃就吃富红大豆油。来喽，哎哎，等会儿，胡大爷，胡大爷啊，胡大爷，那个雕都送桶豆油了，我这小燕子送我啥呀？你那小燕子被雕给吃了，所以呢，就奖励你一瓶矿泉水。那也行，哎，太好了，还提这回接了。哎，老钱呐，别着急，还有小米粒呢。啊，对对对，黄姨，我跟笨笨也为你精心准备了一段舞蹈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舞蹈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祝黄姨生日快乐，快乐。没什么关系，我想说的是，阿米啊，等活动结束之后领完小券去一趟医院，你看这浑身上下抽的都是鳞子，对呀，真是这么炫，什么玩意儿？阿姨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发豆油，来，谢谢，大豆油一桶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来，这回该我的了，妈呀，你等，你等会儿，你干啥？为什么我总要表白的时候，你总要拦着我？忘了今天中心的任务是什么了吗？任务不是爸，你疯了你啊！大爷，我没忘，你看看大家伙都给黄姨表演了自己的节目，你不能上来就表白呀，你也得先唱首歌、跳个舞啥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你这样表白的成功率才高啊！我明白了，哎，就是我也演个节目，先预热一下，铺垫一下，是吧？来来来，鼓励鼓励。娟儿啊，这个你不知道，这么多年呐，我一直想为你唱首歌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来。你这样一个女人，让我欢喜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多美的画面啊！嗯，这个时候天空要掉下来点花瓣啥的，那就画面更完美了。有！哇！黄姨，咱们吃饭吧。好，哎呀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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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一帮叛徒！本来请你们是来帮我忙的，没成想你们是来踢馆的，砸场的。我宣布，表演很成功，表白很失败。这次生日会和表白会，宣布取消。老钱。老钱，小娟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找我的。我就知道你有话要对我说。对对对，没错，我有好多话，好多心里话想对你说。说吧，我听着。哎哎，我的稿呢？我想对你。别紧张，不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紧张。那个，我想说，那个小娟啊，你自己念吧。祝小娟生日快乐！你就当面说吧，你接着念，接着念，接着念。啤酒一箱，白酒两瓶，八
三条，羊钉子四根，锤子借的，还的时候给人一桶大豆油，共计301.5元。你让我给你报销啊？不是，拿错，不这稿，不这稿，哎，我的表白稿。我的表白稿被老王给撕了。没事儿，要说的话都在你心里，脱稿说。行，我试试。我这一辈子很寂寞，我愿意带着茫茫的一身孜然，摸爬滚打，叽里咕噜，噼里啪嚓的孤守一人。如你所愿，孤独的一个人吧。